一大早，杨迪就带我们来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餐厅转转会，说是请主持人们吃早餐，还要介绍一位高人给我们认识。没有，因为这家餐厅你知道什么名字吗？那餐厅的名字转转会餐厅，这么特别。对，坐好了。为什么叫转转会？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可是到了以后，杨迪却说不能直接吃，这里还有一个规定的仪式要做，还马上自己做起了示范。对，真的要转个99圈才能上菜。真的，99圈转了谁受得了？就是99圈，好吗？朋友们，转起来！我就让你变得更糊。99圈，还有27。二十，吃饭之前要转99圈，99归1嘛。因为在干什么？转圈，他们说吃饭之前转转会要先转圈。错了，转圈会不是这样子转。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杨迪所说的高人，四川美食家协会的主席李树人老先生。今天知道我们来成都品尝美食，特地来欢迎我们的。没有转转会的含义啊，不是这样，这个转过去转过来的转，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朋友聚会的形式。转转会，转转会，转拢就开联席会，老兄弟好姐妹轮流端坐上把位，这就是李老为转转会写的歌，其实就是四川这边老朋友轮流请客，互相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现在的这个 AA 制啊， AA 制等号， AA 制等号，有人性化。这个中国人吃饭啊，大家聚在一起是吧，吃完饭大家各自掏一点凑，还是不习惯对吧？对，要是哎你一对儿我一对儿，反正大家都是自己朋友。转转会，转转会，转拢就开联席会，好兄弟好姐妹老兄弟轮流端坐上把位。转转会是一家坐落在成都小巷子里的川西特色餐厅，是由一个四合院改建而成，青砖碧瓦，古色古香，提供的菜品以特色小吃和经典川菜为主，讲究食材的地道和烹饪方法的一丝不苟。李树人老师可是非常的推荐，就让我们赶紧吃起来吧。四川菜是以这个清鲜寻龙并重见长，因此我要郑重声明一下，外边有些朋友误会了，认为川菜就是麻辣。其实川菜的麻辣菜在我们整个四川菜当中只占20%-30%，所以说这个川菜的特点呢，就是它味型多变，那变化神奇，号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是我们川菜最大的特点。儿子说完了，我们可以吃了。哎呀，从来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早饭啊！哇，要这个豆腐脑，我也油炸，我也豆腐脑，四川叫豆花，真本真肥肠，太好吃了，好 Q 好 Q 肥肠。都是夹心灰，外面是那有咸荤吗？蘸酱，萝卜丝哦，对的，豆腐外里边夹的是萝卜丝啊，炸的豆腐干夹萝卜丝，然后蘸这种醋，还有这是炸的豆腐是吧？对的，哦，就像炸臭豆腐那样，把它外边炸脆了，它要全部浸泡在里面，让它的汁儿全部融入在里面，然后嚼起来口感特别好。哦，这是我们四川乐山地区的特色菜，乐山的特色菜哦。外脆里嫩，而且里面嫩的很有内容，这个相当可以啊。而且这个吃的不像豆腐，干湿搭档，外边是干的，里边是湿的，而且它那个湿呢，还是里边内有内容，就把那个萝卜丝咬开了以后，水分就飙出来的那一种。对，但是有小笼包一样的感觉，哎，小笼包一样的感觉，但外边又酥脆。用萝卜干都弄不进去，你有没有浪费嘛？你这为什么不吃萝卜干？他怕辣。他怕辣，你别看他魁梧的一塌糊涂，就是怕辣。而且一辣起来就。兰花指数。我给你们推荐川菜是三大支柱，一个是正餐，一个是火锅，一个是小吃。大约估计成都的餐饮大大小小可能是6-7万家，所以希望你们在成都旅行期间全部都吃一遍啊，多去尝一尝，好不好？好，欢迎你们来，好，举杯。谢谢李老师，来，一二三，谢谢李老师。
传统的川菜号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而今天的成都美食吸收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美食元素，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世界美食之都。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就是杭州成都美食双城会，主持人按照地域分队，根据李老的推荐和指点，我们去寻找成都美食的色香味意气五绝，按照爽食的老规矩进行比拼，胜者品尝美食，大家就跟我们 Super 爽家族一起去体验真正的世界美食之都吧。好了，正式要跟大家打招呼了，欢迎各位在礼拜三晚上准时锁定浙江卫视来收看香飘飘爽食行天下。是，今天呢我们是分成两队嘛，是的，因为呢成都队杭州队按地域划分，对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先从成都队开始好了。成都队杨迪，曾经的表情帝， Super 爽家族中最搞怪的一员。文静，成都电视台主持人，爽食的老朋友。杨航，资深吃货，十多年的美食媒体人。杭州队华少， Super 爽家族老大。胡亮，杭州食神，央视满汉全席冠军。宋珊珊，杭州籍名模，国际公认的182的真人版芭比。杭州人算基因突变啊，女生长那么高，身高有多少？我身高1.8米。1.8米吗？对，不可能，我净高1.8米，不可能，我净高1.8米，不敢跟他，我们都不敢过去。是名模比身高。来三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搭档主持，拍得到我的，拍得到。大家好，那个我这是我的搭档啊，这儿，而且我一定要穿高跟鞋。对，太高了，这个就表现了一部非常漂亮的偶像剧，叫《长短脚之恋》。对，这是一定很好。对，好了，今天呢大家齐聚一堂好不好？刚刚呢李树蕊老先生呢临走的时候有锦囊相赠，哎呦哎，刚刚呢要讲到川菜啊，分为5个点心，看到没有，李老师特别有帮我们指导过，第一个要从意好，宽窄巷子最大的餐厅，这个大隐于市的宗师级人物。听刚刚李老师跟我们讲，这一位大师啊，82年已经是国家认定的特级厨师了。对，那不得了，82年他就走出国门去美国就做厨师，让把这个川菜的文化带去海外。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寻找好了。赢了那一队呢，不仅可以有东西吃，好吧？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以我们的名义呢，捐出第一轮的300分的免费午餐，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好不好？是啊。听香嘛，你好 ，Hello， 打个招呼嘛，小气鬼。哎，你们家是最大的吗？院子是最大的。那整个餐厅是最大的吗？你们家厨师是82年的特级吗？是吗？不太清楚，那应该就不是，对不对？要不然的话，肯定自己倒背如流。问一下这个嘛，好不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宽窄巷子里面最大的一家餐厅，你知不知道？就面积最大的，不知道。知道宽窄巷子里面最大的餐厅吗？不知道。成都队出师不利，连续问了几个人都没有得到可靠的信息。姐姐，问一下，这里哪一家是最大的餐厅，你知道吗？哪一家是最大的餐厅，你知道吗？姐姐，这边华少看到了孩子，似乎完全忘记了此行的目的。你可别忘记，还在比赛呢。你知不知道哪一家是最大的餐厅？妈妈呀，屁股游戏。哦，那哪一家是最大的？妈妈呀，猫咪。哦，那哪一家是最大的餐厅呢？那边。哪边？那边。那边啊，哦，谢谢你啊，再见。再见。再见。做个飞吻，再见，做个飞吻，亲一下，亲一下，亲一下，嗯，哎呦，耶耶。你好，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宽窄巷子里面面积最大的餐厅在哪里？他们就是曾师傅，还有那个前面有个酒一堂，还有那前面有一家影院。影院，哎，影院。我们那个提示上面写的是影视隐于市的一个什么大师，有个影字，你们觉得会不会叫影视影院啊？在哪里？这边成都队好像得到了一些靠谱的信息，让我们赶紧去瞧瞧吧。找到了，找到了，28号。朋友们，我们找到影院了，但我们进不去，因为门口被人堵住了。宽窄巷子的环境真的不错，有好多人来这边拍摄婚纱和个人写真，杨迪他们也只能乖乖等着啦。哎呦妈呀！哎呦妈呀！你好，你好，你好，你我们哎，请问这里面是不是宽窄巷子最你可以出来的，没关系。但是被吓到了。别怕。你们要干嘛？你们说。
我们要找成都宽窄巷子里面最大的一家餐厅，是不是这儿？看来杨迪他们运气不错，找到了宽窄巷子最大的餐厅影园，坐落于成都历史文化保护区窄巷子28号，面积为2300平方米左右，和少城2300年的历史不谋而合。主要出品的是老川派名菜，并将宫廷御膳和苏粤特色融汇其中，自成一派，以发扬艺术川菜、传承美食文化为引人菜品之精神。那位传说中的宗师级人物，指的就是他们的餐饮出品总监王开发大师。王大师啊，就是那位宗师级的人物是吧？嗯，对。他在我们那个川菜博物馆都有他的介绍。那我们先见一下师傅。对，王大师现在是在，可方便见吗？他现在在厨房，你们稍等一下，我去帮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妈，这是什么面条肉？这是什么？牛肉排骨。本真牛肉啊，蒸排骨。哦，好香哦！哎呀，哎，问一下，你一定很整。宽窄巷最大的餐厅是哪一家？我们，你们最大了。哦，差不多那边比你们就大了。来，我们打，我们好打。你们楼上也是。你们是这个有这个大宗师级的，多得很啊。华少他们的运气好像实在不怎么样，这不又碰上了一位倒江湖的大叔，浪费了不少时间，看来这局你是输定了。后面去了，后面去了啊？啊，不是吗？啊，没跟我说哦，是这家吗？啊，他说是。哎，那要不要问一下你们这啊82年就特级厨师了啊？就出国了。哦，老板，都在后面。那后面我们怎么过去啊？挺一个的。我要从里面进去。啊，82年，这家啊，这家就是最大的。看上去好像不像是最大的嘛。啊，难道就是这一家吗？王大师，大厨，怎么认识？10多年前就认识。对。杨航在10多年前刚入行的时候，还有幸采访过王开发老师。作为国家82年认定的第一批国家级烹饪大师，王开发于82年赴美国荣乐园任厨师长，92年被命名为国家特一级厨师。1996年，他以年薪30万元的天价，成为成都一家餐饮企业的厨师长，创造了当时川菜厨师收入的最高纪录。王大师，听说您是第一批出国的是吧？对，那是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四川第一批出国到美国的厨师，大汉该回大厦两栋，代表中国。是的，对面。对对对。在联合国大厦的对面开了一家川菜馆，是吧？对。就西藏龙客，开完两个国大会，联合国大会一开完出来，那就不是好像饭后食堂，对不对？联合国的食堂是吧？那就是5.6万，我今天先上个，你先上个我们的一个我们现在的川菜，用传统川菜演变到现代又有现代意识的这种川菜，不要是老是都能存续在一起。要有现代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川菜已经进入了20世纪，川菜也要 fashion， 要时尚创新了，充满想象。那我们就，王大师的确是名不虚传，听君一席话，真的是深得川菜之意呀！让我们赶紧来尝尝大师所说的传统的味型结合现代的理念的新式川菜吧。他把其他菜系包括西餐等精华揉进川菜中，致力于传统川菜工艺结合现代绿色生态等时尚元素，让中餐走向世界。看他制作的菜品红粉佳人和裙袂飘飘等，单单听名字和视觉上就是一种享受了。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几道菜，因为刚才有说红粉佳人，对不对？对，哪道菜是红？这个就是红粉佳人。这个哎，不是果水果吗？感觉一人一个区。它里面有内有乾坤。对，我们感觉应该是清新淡雅，里面好厚重的粉蒸肉。哎，就是应该是为了把这个果香渗入到肉里面，就是这个意思。这里面是我们传统的四川粉蒸肉。粉蒸肉要在和调味的时候，既有传统的味道，但也有那个陈皮的味道，调味的时候就已经把调进去。那你在吃的时候，既有四川粉蒸肉的那个家常味，但是又有那些果香味。
有那种农家粉蒸肉的味道，但是呢透着微微的甜味，就是像橙子里面的那种橙香味道，它若有若无的一点，然后就感觉它整个吃起来没这么油腻了。那菜叫做裙袂飘飘，它是有那个家用什么从家里的裙边，哇，这个肉的胶质那种感觉特别 Q， 关键它里面你可以吃出那个豆瓣的香味来。对，有郫县豆瓣，郫县豆瓣，郫县豆瓣，正宗的川味。郫县豆瓣都有很多种，很多的作坊，它有很多的厂家，它做不同的口味的，对吧？比如说哪些适合来做回锅肉的，这个都是有讲究。对，非常讲究，因为它有偏咸的、偏辣的、偏各种的变化，很多千变万化。嗯，这两道菜是刚刚没有讲到的吗？灯影鱼片，我们按照我们成都的方位，这个地方的爱好，因为灯影牛肉毕竟是过去的东西。不能老是一辈子吃些灯影牛肉的，那我们今天把鱼片把作为灯影牛肉得这样，灯影鱼片要这样，就要扣一下，扣的吧，有灯影够薄，有够薄，跟够脆。上一张吧，上一张。好脆，我都听见声音这么响，嘎嘣脆，好好吃啊！我以前一直觉得，就灯影牛肉来说的话，一定是我们那儿好吃。这个灯影肉片我第一次吃到，非常好的下酒菜，特别香。你们要吃正宗的川味，我下面再去给你们。烹制一道，真的啊！品尝，是什么？熊肝子，这个肝就得像是吃的熊肝，实际上是吃的豆腐。就大块大块大块的豆腐。好的，我们期待熊掌豆腐啊！我们先吃着，对，吃。而这边，华少他们绕了好大一圈，才来到影人的门口。一听说杨迪他们已经来了，决定直接去厨房找王大师碰碰运气。厨房就是不一样。哎，王大师你好，我们目标来了，王大师。好，来喽。怎么讲呢？今天大师啊，先拿这个锅的，拿这个锅的底子的啊，因为这个豆腐呢很难入味。它呢在做的这个锅呢，一定要不停的转动这个锅。哦，手在不停的转动。转动这个锅的同时呢，就能把这个酱汁的味啊，就刷到那个豆腐里面。哦，所以这个它的这个转动啊，是故意而为之的，把这个加热做均匀的。哦。要吃辣，他们当初的时候，川菜是鸦片，这么吃完就会上瘾。哦，这是很高的评价了。川菜全世界都流行。这样的来，品尝一下大师。他说应该豆腐才是最关键的嘛。豆腐是最好的啊。对，就像你说的，这豆瓣酱的那个川菜的味道很重啊。好好吃，好多年没有吃到这么正宗的的传统川菜了。郭先生，像大师啊，有好多川菜都是属于江湖的川菜，这个辣很柔。对，我刚想说就是很柔。这个月刚刚李老师跟我说的，他说其实真正的川菜啊，30%才是辣的，70%并不是那么辣。对，这个辣的这个柔和度刚刚好。到嘴里又有辣的那个烟味儿，也有辣的刺激，但是让你绝对停不下来，继续想要吃，一点都不会抗拒辣的刺激。把那个豆腐的原味都在。对。哎呀。
呀，两位真是惺惺相惜啊！啊，难得了，再赶快吃，赶快吃！哎呦喂，不能错过！我跟你讲，连这种大厨啊，这样的大师，连这样大厨啊，都是停不下筷子，这明是真正好。这样的好东西怎么能留给他们呢？对吧？饱餐一顿之后呢，当然是时候要喝点鲜飘飘奶茶了啊！当然有好消息要跟全国观众一起来分享一下，杨迪上。对，那就是观众朋友们只要拍摄和香飘飘奶茶最为搭档的情景或者食物，上传到新浪微博关注并且@香飘飘@爽食行天下@你的五位好友，就有机会获得由香飘飘奶茶给你提供的大礼吧。接下来两队比拼的任务就是奶茶绝配，秀出回味，在宽窄巷子里找到最有创意的搭配及造型，看哪支队伍的人气更高，胜者可以享受接下来的美食。是找熊猫吧？那我们找熊猫拍，这天有很多熊猫在那个宽窄巷，咱们找他拍，好吧？走走走走走。但是太多人了，我们赶紧过去。来这边。哎呦，熊猫还很忙，熊猫特别忙。它好乖，它脚还是这样。对，它好像是一只女熊猫，所以说它特别的娇嗔。我要和熊，哎呀妈呀妈呀，头好大！来人了是吧？那边。大哥，大哥，我们先拍好不好？来，熊猫。一、二、三。上上，那我们怎么演比较好？我们怎么演？对，我们怎么演？要演出香飘飘甜蜜的感觉。我们摆个爱心吧。好，好，一二三，哎。我们这样子，我们用香飘飘来过一个穿越，我们就穿越到老成都，好不好？我们坐在他的那个三轮车的后方拍，能不能拍出那种效果？你坐在那边，我们都很羡慕他的香飘飘。好，奶茶呢？奶茶呢？好，来，姐姐漂不漂亮？来，我姐姐喝奶茶。啊！看着姐姐，看着姐说姐姐好漂亮。姐姐好漂亮，你喜欢姐姐吗？那亲姐姐一下。嗯，亲我一下。哎呀，果然亲，看起来华少他们这边的人气不错啊，看来国际名模的气场的确强大，让我们去看看杨迪他们长了什么。有没有？有没有？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对，半身，反正不要拍到下面，累不累？非常好，这个非常好，赢定了，好不好？动态的，做成 GIF 图。华少他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很有造型的人，看看能不能跟他合作喽。好棒，行为艺术。哎，我们拍一张，来来来来，没问题。香飘飘奶茶味道怎么样啊？好极了。好的。哪呢？杨迪，看来他还蛮配合的哦。完了之后还跟我们一起去找杨迪他们，真是个热心人呐。来，奶茶快，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特别选，他跟珊珊搭配绝配。珊珊上上，看一下有多搭配。对，真的很搭。来，看到没有？纯正的奶茶，看到没有？大家别忘了饮用。看到没有？你上，杨迪你上。对啊，你上啊。我来了，来吧，朋友。你怎么来的？香飘飘。这回从人气上来讲，是杭州队完胜了。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什么吧。哎呦，你看，果然是要靠美貌赢。下一个就是色了。色，哎，景翠升级版。景翠好像是。景翠，我们好像拍过吧？升级版的，在原有基础上面肯定是更上一层楼。哦，升级版。色。景翠升级版，在美食的组成部分当中，色彩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菜品颜色的搭配，餐厅装修的色彩，无不影响到就餐时的心情和感觉。景翠是当年爽食刚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就来过的餐厅，三年之后的故地重游，带给我们的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南极小龙虾，哎，这是龙虾，小而已，哎，小龙虾嘛，这怪怪的，这我第一次吃的啊！你看那个毛，你看。飘飘，全部都是羽毛，全部都是羽毛。这是什么毛啊？羽毛，对对，羽毛里面有。哎，谢谢，哎哎，谢谢。什么？啊，来，谢谢，哎，不，您进来，好。凭什么？我们要进。你们熟了，快，吃
是我们的地盘，不是你们知道在这里就可以了，好吗？不不，你们带我们说了要，就是你们输了，就是你们知道在这就可以了。哎，门不在这儿。太狠了吧，这也。云门锦翠是成都知名的主题餐厅，锦翠的升级版本。老板对于色彩风格有着执着的要求，在成都的主题概念餐厅当中独树一帜。创意的色彩搭配和现代装修风格，也运用了比如鹅毛、马毛和矿泉水瓶等许多独特的装修材料，加上在成都领先的分子料理技术，受到了众多年轻人和时尚人士的追捧。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啊，又见面。对呀、啊，您、哦、忘了上次就是您过来的时候在老店那一边，然后现在到这边来怎么样？感觉环境？这个不错不错，很有特色啊。那我上次来吃的是什么？您上次来吃的有一个烤肉。你真的都记得啊？从头到尾都是。我没有做什么丢人的事情。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这边的一切都和线下流行的元素相关，连点菜都用的是 iPad， 鲜艳的色彩显示突出了菜品的美感，不仅非常方便，而且让人很有食欲。云门锦翠是西南地区首家拥有分子美食的顶级餐饮店。菜品把传统川菜和时下最流行的分子料理进行了结合，选材用心，烹饪手法紧跟世界潮流，出品的色彩华丽，的确称得上成都餐饮界中色的代表。今天首先推荐的就是他们家分子料理的一道小点——春意盎然。这肯定是蛋黄，你看，闻一下，嗯，什么味儿？有蛋的味道。芒果。先闻了，没有吃。这个是有讲究的。啊，不能这样吃。哦，有讲究的。还是小姐猜对了，确实是芒果做的。耶、yeah, ，我的嗅觉不错。您吃的时候用那个勺子，就是要一整个，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嘴里面，然后停顿一下，然后用你的这个舌尖轻轻的把它那个戳破。嗯、对。戳破了，然后要停顿几秒。我用舌尖轻轻戳破它的那一刹那，它就喷涌而出，哎呦，占据了我所有的口腔。哎呦，然后呢，中间还有内容呢，不只有芒果吧？有没有跳动的感觉？嗯、中间是加了那个跳跳糖，对不对？对，我怎么没吃到跳？所以要停顿呢，就你把它戳破了以后要停顿嘛。它在嘴里面做花椒做麻辣，它这个不辣，它干脆弄点跳糖，一样有那种麻麻的感觉，让那个口感在里面。哦，对，来下一道，下一道，好，没问题，快点，那三个还在楼下坐着等我们的啊，快点快点，这个好。这可是南极的，对，这是来自南极的斯干比小龙虾。斯干比小龙虾，对对。我们今天这一家是以色为主题，嗯，这个颜色还是很特别。这为什么虾头是白的呢？它那个虾头是不能够吃的，所以那个虾头是生的。哦。但那个虾尾的那一部分的肉是可以食用的，所以它是过了那个水，熟了之后嘛，它颜色就特别的漂亮。它是过水了以后。嗯，对。所以它本来的虾是白色。嗯，对。哦。所以颜色的那个虾的话，就是非常红润，看上去。这个红白搭配。然后搭配起来也比较好看，很漂亮。画在布上面。这个要论卖相是真的不错啊！这个卖相以您的专业水准可以达到几分？90分。这个小龙虾，第一个它是那个号称长寿虾，它一般来说它的这个年龄是30到150岁之间的。是个这么大，30到150岁，所以才叫长寿虾嘛。因为怎么会差那么远？30到150岁，就最小要活30年，对，至少30年，最长可以活150年。它一般就是生长在那种800到1500米的那种无污染的那个深海域。哦，那深海虾就是适合于生吃的啊，适合生吃，特别适合生吃，然后有那个芥末。可以蘸一点。哎呦呦呦！它中间是解过的，你直接把那些壳剥到。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下面都已经全部处理过了啊。这个是非常讲究啊，烤就啊，直接这样把虾这样扒下来就可以了啊。把那个虾的筋也拿掉了。哎，中间的那个一条啊，筋也拿掉了。哎呦，这个是讲究。这个丝干比的话，在成都来说，应该说正宗的话，就我们这一家在卖。一整条虾肉就这样下来了。然后有那个筋膜。嗯。肉质有点甜，嗯，对，好的海鲜一定是要肉质有点，特别是深海的东西。深海的东西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它肉应该是非常鲜甜的，然后有一点脆，对，甜鲜脆嫩弹，弹是非常重要的，对虾来讲弹是极其重要。嗯，怎么样？确实和一般的虾不一样吧？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哇塞！它那个虾肉是非常脆的，非常爽滑的，吃起来很口感非常好，真甜呐。
这种淡雅的甜呢，是海鲜最大的特色。嗯，这个就是因为来自于深海的缘故，对吧？哦，那边无污染。对，它生长的那个海域是没有污染的，所以它那个虾肉它非常不一样。哎呀，这还有一点不用浪费。精华还有。嗯。哎呦，真好吃，真好吃。哎呦。直接吃给我们看吗？嗯，太好吃，因为我真的是。我人生当中吃虾是我的一大享受。正当华少他们吃得欢的时候，饿得饥肠辘辘的杨迪他们三个实在是等不住了，上来要求赶紧前往下一家，他们好有机会品尝到成都的美食。我早上遇到的李老师，哎，真不愧是美食家协会的主席，推荐的好啊，个个信封拿出来都精彩啊！啊，哎呀，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香。前面这是什么 ？at 吗？嗯 ，at 宽庭，怎么少了一半？将 at 宽庭女主人楚山泉，是要发微博给他吗 ？at 他吗？在离开的路上，开始尝试在微博上寻找那位宽庭女主人。还挺顺利的，很快就得到了他的回复。三环路边，西门，三环路是不是很远了？成都总共三环，2.5环的样子。对，2.5环，总共三环，对，总共三环就相当于北京的五环了，是吧？30分钟后，根据宽庭女主人的提示，我们来到了一个公园内。一进门，华少他们就闻到了院子里面淡淡的茶香，看着那炉火、腊梅花，顿时让人忘记了天气其实还很寒冷。还是赶紧问一下那位宽庭女主人在哪里吧。大家好，打扰。就是，请问一下，宽庭女主人在这吗？就您啊，好，找我吗？怎么称呼啊？所以我姓陈。陈，所以宽庭女主人主山泉的微博主就是。是我呀。那就对了。正在主山泉，现在正在吗？哎呦，你看到诗书画友、古珠老茶、树下听琴。在初春的下午，宽庭女主人和几位好友在院子里面煮茶品茗，好不悠闲呐。他们用的茶是珍贵的宋种凤凰单丛，至今已有700多年，去年的产量一共才只4斤多，是茶人王龙苦心追寻9年的结果。用的炭是橄榄炭，泉水是丹棱县的老鹅泉，茶香、炭香、沉香顿时让人心旷神怡，特别的醇香。我没喝过这种茶，就是产自哪儿的？我们现在喝这个茶呢，叫做宋种单丛。这个呢，它产于广东潮州。凤凰单丛里面最珍贵的一棵树叫宋种一号。那么这一棵树呢，是宋代的时候种下的。那么它呢，是极其的珍贵。全中国的喝茶的茶馆里面，这个宋种单丛。只有在宽庭的茶水单上，你能点着。喝茶也不仅仅是喝茶本身，就是这一个动作。就我们宽庭呢，不光是说茶，六大茶类的各种香味，我们有全套的茶宴。哦，茶宴呢？全套完整的来研究这个茶文化，然后把这个茶文化融入到菜品里面，然后做出一整套茶席。这个是应该是宽庭。第一家啊，全国第一家茶宴，天哪，能称之为宴，可见菜有多少啊！把百合花和茶结合起来，然后品尝了一道菜，是很美。我记得香港的一个老先生过来啊，尝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百合花这道菜，就眼泪就流出来了，他觉得很感动。宽庭是以茶文化为主题的餐厅，装修古朴雅致，坐落于一个小公园内。这边有全国最顶级的茶宴，用各种茶叶制作的菜品足足有300多道，获得了世界各地饕餮客的追捧。香港美食家钟华培先生曾经被这边的一道菜感动得落泪。这样的美味，我们还不赶紧尝起来？这有点无从选择的意思哈。应该从这哪道菜是曾经让人吃哭过的呀？刚才说的是。对啊，就是那个冰茶百合，这个哦，就是这个，哇，曾经有人吃，好漂亮，直接就掉下眼泪了。旁边是有蘸碟是吗？对啊，这个是桂花酱，桂花酱，甜的，哇哦，对，这边呢，不用蘸是吧？先尝一下它的，试一下，你可以试一下，真的不要蘸，清脆爽口，甘甜。口感真的有点像马蹄，对，有一点，但是它会比那个回味的甘甜性更强，对，而且没有马蹄的涩，对，没有马蹄的柴，其实应该是，对，柴那种感觉，一点渣都没有，对，
姑娘，这个你可以评价一下，怎么这么脆啊？对啊，就是特别脆，放在这冰上面，把这个百合的整个脆性、整个口感都突出来。嗯，吃过这个百合以后啊，我们如果接下来品尝其他菜的话，我们的整个味蕾、味觉全部有一种新的感觉。那但是它跟茶有什么关系呢？它里面有茶的味道，说得很对。嗯，你知道刚才你们评价的说它没有涩味，嗯，就是因为茶的原因。这个百合在茶里泡过是吧？啊，秘密就不告诉你了。哦，但是真的很妙，怪不得把别人吃哭了。而且看似简单的菜啊，其实是很有处理的玄妙之处啊。对，这个百合如果不处理过的话，这个百合而且还容易发黑。就是因为用茶叶处理过以后，这个百合你就我们吃到完以后它都不会发黑啊。对，应该来尝一下这个菜，这道菜应该蛮有特色。这是要自己烤吗？嗯，把它放上来就好了。已经烤熟了，是要加热是吗？啊，对。这个叫做橄榄炭烤野菌。哦，橄榄炭烤野菌。嗯，这样烤的话就能感受到山野的气息。就新鲜的菌子一定要这样烤才香。这个橄榄炭，这个炭的话不光是拿来泡茶用，嗯，还可以来做的。这家餐厅啊，有时候会感觉就是不太适合来露营，慵懒的感觉也没有，适合来享受，对，慢慢安安静静的吃，吃完之后互相看一眼，对，一会儿到了，一会儿。哇，好香，好香，来不及了，闻才香，带肉香了都已经，有没有？这个应该。为什么会带肉香呢？好吃饭，你菌子是最美的，三珍。好像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菌啊，本身无味。嗯，这道菜在烤之前，它一定是通过特殊加工把那个味啊先入进去，然后再拿来烤以后特别的香，又是用这个橄榄炭。那它和茶的关系是？这个是因为橄榄炭。哦，橄榄炭煮茶用的。橄榄炭最早是煮茶用的。哦，用来发挥一下呢。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山间野趣的那个味道。嗯，然后这个实际上这个滋味呢也没有更多的滋味，就是盐和大蒜。嗯，然后刷上橄榄油，可以刷出肉香的感觉，好厉害。然后如果是九月份松茸的话就更美。这个道菜真是雅得很啊。嗯，真的是雅得很。对，哎呀，再尝一下，轻轻的那种，轻轻的那种滋滋滋的声音在上面烤着，雅得很。在这个地方能够充分的感受成都人的慢生活。哎呀，好舒服啊！我们吃完都想睡。我们懒起来了。像我们觉得我们平时工作太累了，对，没有时间好好的看看。我们在这里面不是吃菜，而是品菜。是，有没有很高兴？还好活在成都。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啊，好吧，谢谢大家。不行不行不行，还有。还有吗？有的，不要因为吃完就特别想睡，对吧？那干脆就录到这，有被子。慢归慢，节目还要继续。根据提示，喂，来自高山深海的珍贵食材，我们来到了官亭国菜会。听说这家的特点以食材的珍贵和原生态见长，让我们去实地验证一番。突击厨房小分队，就我们俩好不好？因为胡老师资深的大厨，他可以研究食材，而我资深的毒嘴，对不对？如果食材不好，马上说出来，我们马上突击。不怕吧？不怕吧？你害不害怕？我怕啥？有真材实料的。这两个太小了，不是。深海吗？活了吗？死了已经。死了。怎么样？见过没有？鱼有舌头的。好恐怖啊！舌头的没有。咦啊！因为今天的这条稍微小了点，刚刚在跟他们说那个很多，哦，这已经很大了。我觉得因为海。鱼生活的越深的话越大，一般都是这样子海底，对不对？而且呢，这种鱼啊，它的骨头一定是软的。如果说是硬的话，在那个深海雾霾面下，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它这个都是从雪山上带回来的好东西，说了，两队还要经过一个辨别食材的比拼，才能决定谁有资格享受他家的美食。比赛有个评审，评审厨师长，好不好？有请。哎，厨师长今天特别带口罩来啊。你不想露脸是吧？
来，你就当评判好不好？有点讲出场，因为我之前调查过，他因为经常上山下海去找食材，因为都是高山深海里的食材，所以就有点身体一样。好，我上个星期刚刚从那个小金县带回来的，就是那个这个，他为什么要跑那里去带？你得猜猜它是什么动物？什么动物？它是什么动物？雪山猪吗？雪山猪还是牛还是？我猜是。哦，这什么动物，对不对？这个要比啊，这可以生吃？不可能，这是腌制的啊，这是没的。雪山上的牦牛，我猜是鹿。好，我们就这样好了，牦牛和鹿，好不好？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们猜牦牛，应差不多，雪山牦牛嘛。第一轮谁也没有猜对，让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比赛吧。我们先猜那个，好吧？一二三，梁迪。说句实话，我跟他长得像吗？你们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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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条大鱼还真的蛮香的呀。喂，这不是我好不好？真把我当海怪了。这到底是什么吗？怎么让我这么的熟悉？这我们可以一起讲，好吧？这大家都可以一起讲啊，这很好认，无聊的人，这好认了啊。来，一二三，十三。大家的确都是吃货，非常的见多识广，就看最后一道决定胜负的食材，谁能认出来了？我跟你讲，定胜负就是这一道。这个就定胜负，这个最难了，这个超难的。我知道是什么，这个超难的，这个东西你看它的形状，而且它只取材局部，有没有？其他都好认，就这我不认识。这是什么的？来来来，评审有没有点提示？这个是从哪里找来的？告诉我们是深海还是高山？高山。啊，再提示一个，当年咱们红军，走到大凉山的时候，咱们的刘伯承。和当地一个小乐团结拜兄弟的时候吃的，就是当地是最尊贵的一种，招待最尊贵的宾客才会用的。呼之欲出了吗？一二三，一起说。哎，三。跟只有猪舌头。蛇。我只能说，从外地，它是牛肉。牛肉是什么？牛肉，当地叫坨坨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送出500份免费午餐，帮助需要支持帮助的朋友。谢谢香干糕对免费午餐的大力支持，谢谢。在这边无量太了不起了，最后一道菜不会是皇家州的皇粮。华少队获得了品尝来自高山深海道地美食的机会。每一道菜品都是由餐厅跋山涉水寻找珍贵食材，采用独门手法精心烹饪而成。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刘先生要冠名的爽事行天下呢，我们接下来在成都要吃这个以味道见长的部分了。哦，这不错，真的。哦，那个是这样子的，他生意太好了嘛，就我就拼桌，对吧？看可能你像石斑鱼的这种，都不会讲好听。直接拿来涮。我以前我看那个香港片啊，电影里面经常有什么吃石斑鱼啊，我今天晚上吃个石斑鱼啊，就觉得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很名贵。啊，谢谢。哦，肉质雪白哦，这是不是从这一点上也看出他们家的食材肯定是特别好？哦。伙伴。哇，好棒！爽滑，又 Q 又嫩。哇，刚刚听厨师长讲说，这个石斑鱼的骨头其实都是软的，因为它在深海嘛，太硬的话扛不住那个海水的压力。好吃，没人理我。好吃，好吃到停不了，真的。我也先来点。吃过了美味的深海石斑鱼，再让我们来尝尝难得的可以生吃的雪猪腿吧。哇塞，生切的来了，看到没有？哦，这是我刚才要的那个。哇，光这样看就好好吃哦，这让我想到了我当时吃西班牙火腿的时候的样子。那种，我那时候吃西班牙火腿时也是觉得哇，好吃到不行啊，怎么那么好吃啊？但是我第一次知道这种梅子腌制的火腿，它居然也可以生吃。这个非常简单，就是把这种生的肉片放进来。因为石头它会有一些温度，有些温度。哦，刚刚加热了是吧？石头。哇，收缩了，你看。对，我们已经可以闻到味道了。对，我特别喜欢看这种烫的时候的肉质的滋滋滋的那个。现场那种感受。那就不客气啦。快，我想用鱼刺来。会吃，幸福感，好吃吧？用咸鲜的，它不会弄很咸，你知道吧？它刚刚好，就是你可以当零食一样吃的感觉，就那种咸咸鲜鲜的啊。这个生吃的味道呀，还有一个什么，一种就是
冬天，就炭火烤的烟熏的有。对，一定有一点，所以它的这个腌制跟金华火腿腌制应该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像西班牙火腿啊，它腌的时候是比较讲究通风的，它不会那么霉的。像这种它外面也霉，但它一定有别的方法，但这个我倒是真的不了解，否则的话它是不能做到外面霉，然后里面你还可以生吃，就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我就奇怪，这个做法应该不是我们汉族的做法，对吧？对，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汉族对火腿的腌制方法。刀工很快。这个呢，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是那个嘉绒藏族。他这个就是上一次在山东去登山嘛，遇上了一种小型的雪崩，下山的时候呢，脚给跑瘸了，跑瘸了呢，骑了进马从大本营就跑了一下。去到他家了之后呢，在他家休养了两天，休养了两天，就跟着他们吃当地的这种叫雪粥。他们当地呢是用那种就是挂在自己家里面的厨房里面，下面就是生火用的炉子，用那种烟熏出来的炉子，所以外面感觉黑黑的脏脏的。吃过了来自高山深海的珍贵食材，杨航带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气最成都的私房菜。看着这丝毫不起眼的门面，我们实在有点不敢相信呢。这位就是蓝大师。哎，你好，著名的蓝大师。蓝大师，对，幸会幸会幸会，蓝大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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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准备的就是川西一绝，四川地区非常有名的金丝面，是不是要把它弄到特别薄？直接就会抽出来。天哪！这个是100多年传统的做法。嗯，刚刚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什么？他说拿这个是擀面杖，是？那难道上面摆那些都是？对呀，我就觉得有。多了。这个是擀面杖，那个也是做面工的工具，这个软做上去。真的是做杠哦。对，采用杠杆的原理做，然后就在这样。哦，所以这个叫做杠，上杠要注册证。对，做杠和大刀。对，是他们在切啊，这么大这个大刀，但是切的时候啊，有证书的大刀。行业上有两种做法，这个是最好的切法，叫观音的，还有这样。胡亮的表现感觉是啊，完全像是行内高人碰到啊，这件事。好仔细看的，都是认真观赏，胡亮有点像偷师的感觉。你看他的手指，啊，有点像拉锯那样子，这手指，观音掌的那个一点一点一点磨过来。切了以后把这个拿齐的时候啊，哇塞，这样我把砧板弄的立起来，然后把这个，哇，对对对 ，Oh my god， 就是用打火机一点全都燃热了。哦，这样的？对，因为它没有水分嘛。看着蓝大师的坐杠、大刀、观音掌，我们也要求尝试一下切这个金丝面，作为今天最后一轮的比拼，决定由谁来捐出最后的1000份免费午餐。对，然后这边面这样，你是这样磨的是吧？对，这样拉的嘛，像锯齿一样的嘛。哦，是这样拉的。你来，首先。对，好像你先来。我太紧张了，我没办法。这是刀柱嘛？那我来了，你第一下就机会了。但是你这一套。练了多长时间啊？83年就开始做这个。哇塞，83年，我的苍天啊！28年，28年。对，91年的时候不是在比赛的时候，就是这个面条嘛。好，不然，这是流量，宽很多。可以，一定要比他细。我知道，加油，加油！我来，我们杭州代表队蔡胡亮啊，咱们表演个相识。哪里切在哪里？就还没切下来，因为什么？真是非常的。别跟我说话！看你啊，就拿刀就这样一直给你刀。我认输吧。这是一刀，这是我新的两刀。看，那我已经尽量非常这个胡亮这还是有水准啊，还是有。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食神胡亮勉强完成，而杨迪和宋珊珊均以失败告终了。就是因为我要控制这把刀，刚刚只有这件呢，其实不仅是不是让大家出丑，是真是要证明大家蓝老师非常厉害，对不对？好，因为必胜嘛，所以我们队就可以捐出1000份的免费午餐了啊。不过这次算上大家跟蓝老师好了。
就是真的算上，不会又轰出去吗？没有没有没有，真的算上，就是神奇的记忆。也希望大家呢，将来啊，就是想到雷老师的时候，一来呢知道这要品尝一下，二来呢也可以捐出一些免费午餐给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好不好？啊，私家菜馆是蓝桂军的一个梦想。30余年的从业经历，做过多家餐厅的总厨之后，出于对四川美食的热爱，他开了这家玉芝兰。只有3个餐桌，每餐最多只接待16位客人，而且需要提前3天预定。啊，我们先给大家吃一个。这个讲到一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词的器字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刚刚已经在雷大师那里看到，就是他做面的很多的器。对，那现在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个他的餐桌上的这些器。真的要用欣赏这个字眼，真的是艺术品。我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啊，像这一些，我们看到这个碟碗，还有这个筷架，这些如果讲的不对，您纠正我啊。这是雷大师自己到景德镇待了1年。然后呢，他自己设计，然后再找当地的艺术家做出来。美食美器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器皿，它能烘抬一个气氛在里面。到日本去，到欧洲去以后，跟那个皇家的圣具什么圣具一样，那么反过来，中国的传统博大精深，对不对吧？很广。那么我们到景德镇学习陶瓷1年以后啊，其目的就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冲击力，说四川美食。东西提升法就是在配搭上、自然上，所以我们这里菜都是讲究的自然思维，回归自然。有人概括说，玉芝兰的特点是菜品的艺术化、餐具的个性化、环境的家庭化，用餐的过程也严格的按照凉菜、过中、热菜、小吃、餐后茶的步骤来进行。在蓝大师的眼中，将不同的菜品和小吃组合成一桌宴席，就好比是在指挥一个交响乐团演奏华美的乐章。这就是好比说在一个交响乐里面，它有一个前奏，对，前奏以后它有一个很低的，然后再上去，对，再下子。那么在这个凉菜的味道里面，有辣的，有不辣的，有咸的，有酸的，各式各样的都有。那么就是一组小的交响乐。这个是美食大的。这已经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了。它不仅是研究美食啊，我觉得更重要是把这个美食融入在血液当中。这个就像我们特别在意的是有仪式感，对他来讲，美食是一种信仰，而且是用心去做的。这个不得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现在风靡全国的泡椒凤爪，也是蓝大师当年在做总厨的时候发明的。当初是这样，实际上在96年的时候，住四川喜欢吃猪脚啊，什么鸡爪子啊，什么黄喉啊。什么猪耳朵啊，泡水，就把它全部泡进去。那么泡是怎么泡呢？因为我在广东学过，那么广东的百花凤爪。那么我到大连去工作过，山东也去工作，跟山东厨师交流过。那么我把几个融合在一起了，然后最后把那个广东的或者从那边过来嘛，泰国的小米椒融合进去，然后根据四川的泡菜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菜是融合了东南西北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所以现在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是什么？它综合了很多因素在里面。对，这道菜咱们今天是到了本源了啊，是到了原创。对对对，你们大家慢慢品尝。好，好嘞，谢谢。哎呀，泡椒凤爪这道菜啊，不管是什么菜系的，不管是鲁菜的、淮扬菜的，甚至在粤菜的，通通都非常的喜爱。刚刚已经蓝大师给我们介绍过原因了。那今天很特别的是，你看它是步步高升的最后一道菜。所以基本上它在过中之前，所以我相信这道菜相比较之前的部分来讲，应该是口感最特别，也是相对比较偏重，在嘴里会比较共鸣感的一道。是不是泡椒凤爪？太棒，首创。今天一整天啊，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川菜没有那么辣。最重要是什么？辣的要有层次才好。是的，你看，我一口吃下去整个泡椒凤爪，我对天发誓，我也吃过那种塑胶凤爪。对，我那不是塑胶那种辣到怎么吃得消？一口丢下去不行的。我这个一口下去，看到没有？但是它做的非常漂亮，骨头都剔掉了，非常的精细啊。我一口下去，甜、酸、辣、韧，凤爪是韧的。对不对？你牙齿把那个凤爪切开的时候，还连着带一声咚弹一下，咚弹一下，满嘴留香。这就是带着朝圣的心态吃下这道菜，因为这是首创。来，这都是这步步高升的最后一道啊！要带着朝圣的心态，
先抿一下那味道，整个下去。泡椒凤爪的味道，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素风的还真不一样。差的太多了，是这种层次跟那种。它那个只有辣，那个只有一个刺激，你知道吗？辣和香。而且你想，它素风的要包装多久，保质期什么的，那个多长时间？这个说的是完全不用香精、色素、漂香剂，对，最关键是用心去做这道菜。放点葱，哎呦，对，金丝面来了，过中金丝面。哇，这上面飘的这一层是这个是精华喝哦，浙江的面条是功夫，汤是精华，都是和吃的感觉。传统，我就怕我筷子一进去破坏这和谐的画面。对，挺好。我担心我会夹的。对，怎么能摆放出来这种样子，啊、特别妙。吃一口是吃吧，吃两口是尝啊。第三个就品了。哎呦，你看这里刚才好好吃，夹一个筷子，然后整所有的面全部在这个筷子全部夹，没有一丝在碗里面，而且它所有的精华火腿就贴在上面。一个就走了。哎呦，好不好吃？鱼翅特别好，好好吃，根本不像面，关键是对，细到一种，天哪，鲜。面条做的这么细，而且还这么有嚼劲，这就是实际上在对和面和压面的时候的这个工啊，还有刀工，有个工挤进去了。汤，看是一个清汤自来水一样，很有火候，火候一点油都没有。但是吴亮，我要问一下，用很长时间吊出来，怎么会是清汤呢？那么清汤是怎么做的？四川清汤呢？老鸭，老鸡，猪。龙骨，猪肘子，然后火腿，精华火腿，1.5精华火腿，要4到5年的，然后就是做了以后，然后就小火吊，吊了以后这个好了以后把它全都打起来，吊了多长时间？应该要4个小时，然后把它搅碎，搅碎以后让它倒进去，把它给收紧，把它所有的渣子全都收光了，然后再放在里边。慢慢的醉，要醉上1到2个小时，然后它的颜色慢慢就成了浅茶色，然后把这个水分全都不要，只要汤了。说汤是精华就在这里。太精细了，绝技啊！大师啊，我记得我们在学厨师的时候还有一句，厨师烧菜的汤啊，好比唱歌人的腔啊。对，那个四川话说法，四川也有这样的说法。对，叫做厨师的汤，川系的腔。四川川唱的川西的是吧？我已经喝完了，我突然觉得内心有一股特别温暖的感觉。我也说了，所以说这个什么叫固中呢？就是起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我走南闯北吃3年了。工作吃了3年啊，都没有吃过是吗？今天这一家让我对吃印象太深刻了，就吃出了幸福感，这是最关键。中国人民伟大，真的是。而且还是最重要的是老爷子的人格魅力。那今天这一集啊，我们的香飘飘爽是行天下到这里真的要告上个段落。不过今天我觉得由蓝大师来做我们最后这一集成都美食结束，真的是合适不过。这个无论是环境，蓝大师的执着，还是创造的美食啊，真的是希望大家呢真的能够看完节目之后对成都这个城市都多了点向往啊。对，我觉得生在成都真的好幸福。对，幸福。是，当然了，我们也要说呢，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香飘飘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给我们再次捐出了总数1800份的免费午餐，帮助了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当然，今天我们要谢谢这么多的好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希望你有缘有机会呢，也吃到我们今天推荐几家店。希望你也会机会跟我一样，跟蓝大师这么亲密接触。祝您一切都顺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吃喽，拜拜。哎，好吃的！哎，里面竟然是那个肉哎！告诉你们，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长一点，不会那么漂亮。走！绝对不烫！啊！你来了，来了！什么？干嘛找你报仇了呀你？大薄片，你看那个好薄哦。切的薄。对啊，那拿一点看看。哦。这样吧，我们没有钱，但是我有食材，您帮我们做一下，这个，然后做好我帮你洗碗。不是我们，是他一个人。